你先来试试吧。嗯。哎，加油加油，千骨，飞起来飞起来飞呀！再集中意念，飞呀！没关系了，我们再试一次啊！一。 二三，开始！加油！加油啊！飞起来，飞起来！飞啊！没关系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来试试。啊！啊！千骨，我们训练有用的，我能让木剑飞起来了。 好厉害啊！我怎么就不行呢？拜见尊上。拜见尊上。都起来吧。谢尊上。尊上，不知前来有何事啊？我来看看新进弟子他们的练习情况如何。今天正式练习御剑飞行，这批学员基本功都很好，都已经学会了。火心啊，飞一次给孙上看。是。尊上，还是我来吧。你来试试御剑飞行。
记住，世人皆可修仙，但修仙要经过几个阶段，分别是初识、灵音、破妄、知微。一旦过了知微的阶段，就可以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甚至。 你可以听到对方心里的声音。哎，你睡得好香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对不起，师尊，弟子花千骨。花千骨，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用不着听我这老头子讲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就考考你，你把这各派中证明身份的公务。 给大家介绍介绍。公务是什么呀，云端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说不上来了吧？说不上来，就把这书抄它30遍。还好我看过六界全书。回师尊，分别是：公鱼、公玉、公石、公花、公灵、公木。哇！看来。 你还知道的真不少啊！本来今天老夫打算给你们大家来讲一讲历史，看来我不用讲了，你就给大家说说吧。回师尊，弟子真的不知，还请师尊赐教。知道多少就说多少。 长留历派聚积，已有2283年，乃修仙第一大门派。长留山原地处极西，为抵御七杀派势力，以一山倒海之力，迁徙东海之上。七杀原与我长留同属一脉，其创派始祖曾与各派联手。 封印洪荒之力，其二代掌门法力高深，自封圣君，与各派商议，希望汇集十方神器，释放洪荒之力。各派首领认为洪荒之力过于巨大，若被个人掌握，就无法制约。不过什么？ 七杀圣君，师徒以一己之力解开封印，其他各派先发制人，杀死了七杀圣君，并合力绞杀其徒众，七杀与各派，最终结为世仇，相互攻伐。住口！一派胡言！啊！想不到咱们和七杀派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啊！我也不知道。你。 先别冲动，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大胆花千骨，竟敢在课堂上信口胡说，毁坏我长留的声誉。敢问师尊，弟子可有哪里说错了吗？你不要狡辩，快说，这些事你是从何得知？啊，原来这些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快说！ 回师尊，弟子是从一本书中得知。书？什么书啊？是六界全书。哎，那这本书你又是从何而来呢？
这本书是清虚道长所写，然后赠给我的。一派胡言！清虚道长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书籍交给别人？好，你倒是把书给我呈上来。 本尊让你呈上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望世尊恕罪。六界全书乃是蜀山之物，里面记载着蜀山剑法，还有一些其他各派的机密要事，实在不能给外人看。笑话！你以为本尊是要窥探他什么道法秘籍吗？他十个蜀山加在一起，我长留都不放在眼里。 你满口的谎话，定是混入我长留的七煞奸细。师尊，弟子不是奸细，这本书真的是从清虚道长那儿得来的。你还在撒谎！来人，将花千骨示意杖刑，看他说还是不说，叫还是不叫。师兄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不要妄下断论。清虚道长死的时候。 花千骨人确实在蜀山，那又能说明什么？先不说这本书存不存在，就算是有，清虚道长又怎么可能随便交给一个黄毛丫头，事关我们长留的声誉，却被这个丫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轻易的说出。按照我们长留的律法，应该杖责五十。给我打！ 怎么办？不能说。要是被知道我是蜀山掌门，就不能再留在长留做弟子了。